参加三国四强女子篮球赛的日本劝业银行篮球队今天搭机飞返日本。他们今天离开台北的时候，亚东女子篮球队的全体队员跟篮委会的代表都曾经到机场去送行。日本队这次来我比赛表现并不是很理想，以3胜3败名列第三。本公司记者傅达人今天也同机飞往日本，他将加入本公司的采访团，报道30号开始的亚洲杯男子篮球比赛。